完全不吃，完全不吃，啊，因为看这里，西医不要医哦 ，OK， 医，我告诉你，台大都完成了好多医生，他太太、他妈妈来，去找谁医？找你医生。没有错。这两题先来封起我。以前牵绊我没有救这个医生，后来得了肺炎第三期，啊，切切不落，啊，切完大血崩。请问古老师在不在？王广奇，我还有，啊，那现在是啥？啊，你不是宣布我死亡那个医生？后来肺炎第三期还是来我这里医啊？细胞里面的甲，是死。那是一来跟我说，细胞里面的甲是十，外面那是一，外面那是一，你人在吃啊？为什么吃用西的药吃到最后一定死？因为西的药一颗药丸里面占至少40%-50%都是什么？都是钠。因为那个药要放10年不会坏，就大概年八九去了。所以以癌症医到最好，懂吗？懂吗？水肿，互相水肿。因为钠过高，渗透压大于抗散压，细胞破裂就得造出来。我叫你带他们去吃进去，总细胞嘛，过个好人，充满弹性，他大家跳一咪咪，大家天摸一摸摸，早上摸一次，中午摸，晚上摸一次，让他舒服，加速血液怎么样？一百六，好呀，好一。他希望没有氧，你就呼吸给他带点氧气，对不对？你给他水喝，给他维生素 C， 他怕维生素 C， 就给他带维生素 C。他喜欢盐巴，你就盐巴不要给他。不是吗？老师，问你一个问题。好，因为当初我妈妈是癌症的时候啊，好，她因为墨水也有看到，就是不要用盐巴的模式啊，无盐的生活哈。结果就是我妈妈她后来就是因为我都没有用盐巴，就后来我妈那个脚比较没力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都是要带她去楼上散步走路嘛，结果她就发现她就比较不喜欢动，啊后来就昏迷去到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她钠钾不平衡，就是钠过低，钾太高，后来我妈就从那一次昏迷之后再来就没有醒过来。而我的意思，他在就是在有没有说要注意的地方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胃癌症不是单一方法，我胃癌症是十几种方法一起做的。对，因为我还没讲。既然你们这边癌症比较多，今天癌症讲多一点。癌症的人啊，请问你回答我，大肠在做什么？吸收水，吸收过多水，人的水库，还有什么？免疫系统。大肠啊。排泄。排泄。还有。消化。吸收水分。刚才那两天啊。排毒吗？因为哈、有排毒的排泄系统啊。因为今天这次不是我的肠子，所以我不能拿藤条。啊，是我的肠子，我都拿藤条。假使是在台大龙总，长庚还是医学院里面，我一定拿藤条。哦，都是问医学博士，我知道问下去，我马上藤条就打过去了。第一个，来跟我说，排泄系统。排泄系统。第二个，人的水库。人的水库。第三个 ，B 群的生产基地。B 群的滋养。不然 B 群的。第四个，甲的生产基地。甲的生产基地。第五个，丙酸、丁酸、醋酸、乙酸生产基地。丙酸、丁酸、醋酸、乙酸生产基地。酮体生产基地。酮生产基地。短链脂肪酸生产基地。好，我解释哈。来放在你排毒嘛。对，你咧，咱两个水口、水库，你最。小口爱有含受的得到，阿伯一礼拜养，所以癌症人水要喝足够水，水喝不够，
当你人类水路不够，组织胺飙高，抗组织胺降低，一直发炎，所以自然引发。第三个 B 群的生产基地 ，B 群生产够了，它本身的生化作用、代谢作用会比较快。第四个钾够了，你的细胞不容易破裂，细胞不容易破裂。第五个，丙酸足够，你会癌症，你的大肠不干净，所以丙酸没有产生。丙酸产生，胰酵素腰部柔软，胰酵素够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有癌症。哦，有丙酸，有胰酵素，癌细胞早就死光光了。你为什么不给它？丁酸产生，胆固醇过高。丙酸、乙酸产生，你的体质不够酸。酮乙产生，不会染上癌症。短链脂肪酸产生，你根本大肠里面好菌多，坏菌少。今天所有癌症不是单一疗法，今天西哦化疗化疗，电疗电疗都用单一疗法，不可能会成功的。早期只有死路一条，因为西医大部分为止全世界根本不会医癌症，或者他们那些医生癌症为什么会来找？为什么要不自己医院不自己用？所以第一个，你癌症你要呼吸要改变，情绪要怎样开朗？所以癌症腹腔、阴腔要怎样？想办法怎样？把它抽到怎样？柔软，因为你自己做得到。像你抽到的地方，你这样抽就把你抽。这样抽。